咚咚咚咚。融不融？融不融？哎，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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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融不融？又生意猫，又生意啊！哇，这真的该让战友们看看这个摄像头啊，后面那个彩桥大家能看明白了吗？各种颜色的彩桥啊。我这看远点啊，大家看明白了吧？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亲爱的战友们，这个文贵啊刚刚的参加完总统宴会回来啊，总统宴会回来，刚刚呢回到我的船上啊，这个我得给战友们得聊几句啊，得说几句啊 ，what？ 啊，我得给战友们说几句啊，啊，主要说啥呢？要给战友们说，这个我们应该高度的啊，战友们，我今天第三次直播，高度的重视，要向国内的同胞们传播现在。在世界上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啊，这个太重要了。我想说以下的几点啊，今天晚上见到的这个世界上精英中的精英啊，和这些直接和我们的国家民族所有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人，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来自武汉疫情的威胁。武汉疫情已经是全世界最最关注的事情，最最担心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决策可能都是极端的啊，这个极端的对谁都是不好啊，不要说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啊，对谁都是不好的，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所以在这个方面上啊，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要放弃掉任何所谓的啊仇恨和个人的恩怨，应该让国内的同胞知道真相。现在共产党做的最丧尽天良的啊，最不想中国老百姓知道的就是真相啊！等一下啊，就所有的共产党现在要做的事情啊，就是不想让我们的同胞，让中国人知道真相啊。而我们现在战友要做的，拜托战友们要做的，我们就是要让同胞知道真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在未来的一两周内没有惊天的逆转，中国人真的要回到石器时代了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世界人民对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对自己族类的安全的这种担心啊，导致各个政治家和政治集团利益集团所做出的决策啊，那将是恐怖的啊。我们绝对不希望包括你我所有的战友们成为全世界最不欢迎的人啊。我相信大家也都不希望我们任何人走在大街上都成为异类，甚至很多人真的是由全球排华到全球歧视华人，到最后全球全部敌视华人啊，这种事情我们是绝对不能让它发生的。鉴于此啊，我们要传播所有的国际上有关中国疫情啊发出的各种声音，我们要再把国内的所有有关疫情的真实声音发到国际上来，同时要让发出的声音绝对真实，微真不破。我今天晚上我感受到的啊，两三个小会和大会当中，我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 GNews 爆料革命啊，我们的战友们的视频，我们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和整个世界。但是有没有受到质疑啊？质疑声音也很大啊，我们战友们说话一定要注意，这个是用大家生命时间鲜血和老天赐予我们这个机会，只有用真话讲之事实，客观的对待，才能保住我们今天的江湖地位，也就是人家对我们的信任和关注啊。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是前功尽弃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尊重，一定要客观，一定要真实，不要传播恐惧，不要传播虚假的信息啊，更不能被别人利用，特别是不能被共产党的大外宣利用啊，这是核心中的核心。所以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要问自己，你能做什么？你敢做什么？你为什么做啊？大家如果你真的希望中国没有共产党，真正的拥有法治，拥有信仰的自由，亲人能团聚，让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强大起来的话，那么你做你力所能及的事儿啊，就是像你生命中哪怕一个和一万个一切没有什么不同，传播真相，客观的事实啊，这什么狗屁捐款都胡扯的事儿，那都是以后的事儿，目前让世界知道真相，让国内知道真相是最核心的啊。另外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一定要想到的事情，只有我们现在传播真相才是最快的，爆料革命的信用在东西方之间这个桥梁作用和战友们一个个的社交媒体所传递出的信息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问到啊，关于这个有一些观点，以社交媒体的观点啊，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我们要务必小心呐、啊、务必小心啊，这不是开玩笑的。我再告诉大家，在西方在高度重视的情况下，如果在这个疫情当中疫情不真实，你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给战友们要讲一句话啊，一定要记住，在美国在公共的领域，公共管理学里面非常清楚，你在社交媒体也好，你在什么媒体上也好，如果你夸大事实没有根据，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在国内传出的视频啊，传出的各种信息我们可以讲，但是务必要记住，
我们要注明来处在哪来的，还有一个你所有讲的话出自是什么，你根据啥，你得经得起法律和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否则会有麻烦的啊！这不是开玩笑，因为西方已经高度重视咱们的这些爆料革命的媒体，但每个人讲的话啊，未来你都要承担责任啊！可千万千万不要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啊！另外一个，西方强烈的欲望想知道关于中国的真相，比如说今天一个人告诉我说，他们看了一些在中国的老外和中国结婚的老外啊，有的是几十万的订阅率的人，这几天大量的发信息发视频说物价没上涨，青菜没上涨，没那么夸张，很稳定啊，他们断定这完全是大外宣和被共产党控制的啊，这些人也要担责任，就你替共产党说瞎话啊，你瞒报啊，助纣为虐啊，各国都会采取措施啊，不论你帮共产党说假话还是你反共产党你说假话，都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这是一场全人类的重大的安全危机啊，所以说你要说错话，你夸张了，你是要负责任的啊。当然了，现在我听说从东北从山东河南啊，特别是湖南，人家掌握的信息那远远超出共产党说的数啊，未来他们将受到重大的惩罚啊，可以告诉大家啊，这个是万箭齐发啊，这件事情谁也挡不住啊，但是大家要记住，万箭齐发要干的是共产党，不能干我们的同胞啊，我做我们能干的事儿就是传播真相，你为什么干，那就是要中国法律和自由，我们要遵守法律，现在啊，你能干什么，首先你安全，你能做得到啊，而且是守法尊重事实的情况下啊，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务必战友们要注意说话，要负责任，要唯真不破，尊重客观，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做现在你能做的事儿啊，就是传播真相啊，唯真不破啊，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其他的咱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不要随便的树敌，也不要随便的树榜样啊，现在每天都出来国内的一帮英雄，但是如果这些英雄是被共产党操作的，那就是毒药，那就麻烦大了，国内的形势从今天晚上会告诉大家，绝对超出大家想象的恶劣啊，结果会大家超出大家的想象，极为严重啊，大家绝对不用担心和想象美国会不会采取行动，世界不采取行动，我会告诉大家一定会啊，不是我们，是他们的本能，是他们的需要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共产党他已经完蛋了，共产党结束了，但是不要他结束把我们人类带走，不要带走那么多善良的被他洗脑的残害的同胞，这是现在我们要做的啊，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的以后什么样，不能是一半国人死没了，不能是财富全被他们给坑走了，所有的盗过贼的家人全到外国安心定居了，那是不可以的，或者说是没了共产党，爆料革命也没了，好人都没了，也不行啊，我们要中国人少死一个，少伤一个啊，少损失点财富，少毁一下形象，同时让海外的华人一定要在这个事情上经得起西方社会的各种法律和信仰的考验，要重塑海外华人的这种形象，借助这个机会，中国人是团结的，中国人有正义感，中国人是善良的，中国人既爱国家，既爱民族，也爱西方的正义和法律，遵守西方的法律，绝对不是共产党的那个可以利用的工具啊，在海外的华人绝对不是西方的威胁，大家要记住，所有人现在都在问一句话，
华人在海外对西方有多大的威胁啊，在这个事儿上千万记住啊，兄弟姐妹们，在你在国外已经不容易了，你不要拿着你家里边祖宗八代的积累的到海外的这个福来冒这个险压给共产党了，没有一个共产党会感谢你，共产党根本他是谁呀、啊、谁来感谢你，谁还记得你啊，不要傻了，只有这个民族会永远感激你，只有西方的有信仰的社会会记住你啊，共产党对自己的常委政治局委员都那么惨都那么狠，会记住你吗？你见过共产党历史上记住过谁？你帮的越多，你做的越多，你死的越快，他要灭口，不要天真了啊，世界已经全力以赴开启了一个灭共的一个程序，谁都挡不住，谁也不要在这块儿有投机取巧啊，侥幸心理啊，那真是不是螳臂挡车，螳螂挡臂啊。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你看这旁边海边都是 party 都是音乐，但是我能享受下去吗？啊，想着中国的同胞心都碎了啊，难受极了。接下来我还会马上跟国内的很多战友们联系，了解情况，随时向大家汇报。谢谢国内的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发出的信息，谢谢海外的战友们啊，这个日以继夜的在传播着这个整个疫情的真相。同时也不要忘了香港，我今天更加感受到这么多人大家关心的就是武汉疫情、香港运动，共产党绝对是美国的威胁，西方的威胁，必须铲灭，大家走着看，走着看，全球灭共，全球自动灭共，谁说的？郭文贵说的。现在是全球灭共，全球自动灭共的快速时期，无人可以打。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明天不直播，星期天不直播了啊，让大家休息啊，明天不直播了啊，这个有什么事情我发信息好吧，向大家汇报完毕啊，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